輸一比三個場波，其實孫銘軒同歐永佳都有份踢嘅，歐永佳仲有份入波添。咁所以都話兩隊波好有緣分嘅啦。Zozo 再散翻上嚟先嚇，中咗對面嘅左中場強呢就查法利嘅。咁啊，對越南嘅時候，佢就係左邊幾下助攻，就為俾呢個莫達哈利頂入啊，試過。再頭槌頂翻出嚟先，壓翻住個位，轉身去埋，啱從後俾咧，最尾撩只腳埋去炒我咗先嘅啦。連蘇亞腳法，阿力斯祖嚟嘅喎 ，Zozo 嘅腳法，仲有一隻希賢嘅上腳，吸翻轉頭少少 ，Anson 放個長波，大對角，我永介射到現場，潘佩軒，潘佩軒一射就領先，佢係潘佩軒，好嘢，影翻幅相先啊！尋日就孫興敏有入波啊嚇，熱刺嗰邊。但呢邊潘佩軒都入波，大家都係同樣嘅慶祝動作，都可以影翻幅相先啦。招牌動作，哇！撥翻靚仔啲頭髮先啊！潘佩軒入波，又係下半場早段喎，同對巴勒斯坦一模一樣喎，都係下半場早段搞掂你先喎，香港隊。王浩俊長傳，歐永佳頭槌意傳，拋物線勝在 set 到拋物線，一個好靚拋物線。笠過埋對面嘅中堅球員就拿斯利，結果後上潘佩軒，哇，犀利啊！右腳兜扯得手，坐翻幅相先啦。呼，點啊？安達臣耶曬啊 ！OK， 香港隊領先一比零，嗱，頂埋去啊！而家真係有啲機會創造奇蹟啊！雖然仲有半場要頂啊嚇，總之拼盡無悔啊，盡曬全力咁就 OK 啦，真係搏到一球波先喎，送翻。